好，出閘都冇問題啊！開閘嘅時候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係嗰只紅桃巨星嚟噶，咁啊再響埋邊啦，咁啊猛咁騎咧有情趣啦，神州復星啦，外邊原班人馬都開始咧，咁啊跟住只紅桃巨星入噶啦，咁啊最出嗰只係奇峰嚟噶，咁啊守住內欄第五咧就神州復星啦，咁啊外邊咧拍住佢嘅情趣啦，內欄第六位啊，咁啊黑衫嗰只係王者再現啦，咁啊再後邊嘅馬仲有智聰明啦，咁啊後多少馬匹有奔馳寶馬，尾四粉紅衫嗰只咧，咁啊有呢只多多啦，咁啊後邊三。匹馬開心日子就響內欄尾三嘅，尾二位就牛精輝煌，會唔會喺對面直路走咧？依家響尾二啊，包咗落尾呢只都唔知走唔走嘅，橙衫咧就係嗰只精彩飛動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一千米段處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匹係嗰只奇峰嚟嘅，原班人馬跟住第二啊，咁啊紅桃巨星咧就守住第三啦，情趣第四，內欄第五位咧淺藍衫就神州復星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智聰明內欄王者再現啊，咁啊響後邊嘅馬啦，尾五多多，尾四奔馳。寶馬未有馬走喎，尾三牛精輝煌，尾二紅眼罩咧就係嗰只開心日子，包咗落尾仍然係橙衫嗰只精彩飛動嚟噶。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未有馬走上嚟啊，前面仲係奇峰貼欄帶嘅，咁啊原班人馬第二位紅桃巨星，第三位情趣，第四位第五位神州復星啊，再數後邊嘅馬有智聰明啦，而家出去啦，有多多啦，咁啊跟住佢後邊咧橙衫仲係精彩飛動，內欄尾四黑衫咩王者再現，尾三位智奔馳寶馬，尾二紅眼罩咧就係嗰只開心日子，包尾牛精輝。王啊，入正直路啦！前面奇峰咧仲系占先啲嘅，原班人马外边追紧佢，再见到外边有情趣上跟嚟，内栏位置仲有红桃巨星啊，跟住红桃巨星后边仲有王者再现啊，后一层嘅马咧仲有呢个神州复星，最后一百米埋边位置红桃巨星占先啊，情趣外边咧追紧佢，两百米相当接近，埋边红桃巨星，出边情趣，第三名神州复星，第四名咧就系嗰只王者再现啊，嗱一出一入。咁啊，埋邊嗰只係紅桃巨星，都跑到啱曬噶啦！外邊三號情趣一路上跟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。第三名神州復星，第四名係王者再現啊！睇下條線先，一內一外，會唔會田泰安個勢強啲咧？好似係喎，釘落去，暫時仲有得影下啊！外邊係情趣，入邊紅桃巨星，第三係神州復星。